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萝卜糕照魔镜，我是周照。那么现在春暖花开了啊，很多摩友都按耐不住这个向往远方的心，说想去摩旅。那么很多刚拿本的朋友也问我，哎，我想买一款10000块钱左右或者10000多一点的小型适合摩旅的车型是什么？那么首选的啊，就是现在特别热的拉力车型。那么我身边这一款的小拉力车，来自于新达州本田的 CBF190X， 我认为就非常值得推荐给这些新手摩友以及预算在10000多块钱的这个摩友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为什么推荐这款车？首先有两方面啊，一个是它的动力。虽然这款新达州本田的 CBF190X 采用是一个单缸两气门的这么一个发动机啊，但是它整个的调教以及声浪还有它的这个骑行体验都非常好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听一下这个车的声浪啊。停，在3500转的时候呢，会有非常明显的本田的小哨音出来，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讨喜啊，觉得很好听。本田一贯的这种哨音非常享受，而且呢，它对震动的抑制也非常好。我们在路上去骑行的时候，发现这款车它，在从一起步啊，一直延续到1档、2档、3档、4档、5档到8000转的时候啊，它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震动的抑制。所以这款车我认为非常适合什么呢？就是摩旅啊，而且这种小型拉力车，你即使加几个箱子来讲，也都不违和，很漂亮。还有一个我推荐这款车作为这个摩旅利器啊，还有一个是因为它的骑行姿态非常好啊，你看整个坐姿骑行三角非常直立啊，很舒适，加上前面一个小风挡都非常好，而且它的坐高啊，这个770的坐高，我1.78米的身高，双脚完全踏踏实实的着地啊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所以它对新手朋友来讲，它的压力驾驶压力就会非常小了啊。当然这款车呢也不是十全十美啊，这款车的这个离地间距啊，就是个问题，它的这个离地间距只有138毫米，所以说在遇到一些非常困难的越野路段的时候，这款车就一定要注意了啊，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探险拉力车，你就当它是一个小型的 SUV 啊，汽车里啊小型 SUV 就 OK 了啊。除此以外呢，这款车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出现在前风挡上不可调，这个呢我觉得根据成本限制是一个问题，但是它使用1年多以上有一个通病，就是它的风挡会泛黄，这跟它材质有关系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它的油箱啊，12升这么一个油箱呢，它的油表显示当我还有半箱油的时候，它就会总显示还有最后一格啊，红灯啊，最后一格就开始显示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油表的显示并不太准。当然它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的明显。至于怎么选呢，我觉得啊，我还是比较推荐这款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这个性价比在那儿呢。这个车新车是14980，二手车的行情呢，如果2017年跑5000公里呢，是多少钱呢？是11000到12200之间。那么在万元级里面啊，如果你想挑选一部工艺还不错的啊，质量还不错的啊，然后骑行体验还不错的这么一款小型拉力车来作为摩旅利器的话 ，CBF190X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。这款车呢，如果要大家想了解更多的二手车的行情以及这个保值率的问题，那有请我们的二手车专家阿伦给大家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啊，我现在呢在泰国度假。周老师打来电话说，这期咱们说一说本田的 CB190X 这款车，咱们呢简单的去探讨一下。它的新车零售价是14980元，也可谓非常具有性价比啊。咱们视频中的这台车是2017年的，它现在的二手售价大概在12000元左右啊，也是非常保值的。这么算下来的年折损率呢，大概在10%左右啊，大概在10%左右。啊，非常值得您购买。采用的呢也是一个 LED 的光源倒插的避震啊，它的一些所有的车上的配置都是有更新的，是按照拉力车去设计的，包括它的风挡和后扶手架，非常易于您加装三厢。好，感谢阿伦老师对这款车的二手车评价啊。
那么 CBF 190X 这款车的优缺点，我给大家最简单的时间啊说一下。那首先优点呢，就是这款车的输出啊，这款184cc 的发动机动力输出非常平顺，对震动抑制也非常好，骑行三角非常舒适啊，整个做工呢也都非常精致。14980这个售价并不算太高，二手车呢也才10000多一点万元级的这么一个水平，做高也都非常低，非常适合新手，这些都是优点。缺点也非常明显啊，前面的挡风容易泛黄。油箱的容积啊，这个12升啊，谈不上大，而且它的油表显示确实有些问题，都是通病。还有它的离地间隙138毫米，这个离地间隙也都不算非常的好啊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要搭配 ABS 会更好。好，那这款车的优缺点我都放在这儿了。至于如何抉择呢？那就是在屏幕前的您来做决定了。好，那感谢收看萝卜的照魔镜，我是周照，欢迎在微博后台艾特老周聊摩托，拜拜。